中华文化博大精深，绵延迄今已有5000年的历史。而华夏艺术的创作与呈现，更是文化精神的另一种象征。数千年来，不但祖祖相承，其发挥更是淋漓尽致。举凡绘画、书法、陶艺、戏曲、文学等等艺文，几乎是代有传人，光彩缤纷，相互辉映，交织成中华文化的独特风格。而这幅地狱变相图，正是融合了文化与艺术的结晶。作者以无比的毅力，以尽古稀之灵，历1年的时间完成此巨作，可谓空前壮举。此画最难得的是全长达50米，光是人物就有1000余人，其余尚有花鸟、走兽、山水、泼墨等等，在艺术造诣上可谓登峰造极，而其中所蕴含的深邃毅力，足以净化人心，端正风俗，是一位艺术家用艺术对全体人类做最好的教化。江一子先生生于1938年，于1964年举办第一次个展，1年以田单复国图获得教育部长奖。此作代表国家赠予来访之大韩民国总统朴正熙氏，现存于汉城国家博物馆。此后连年得奖，在30岁那年觉悟外在功名之虚幻不真，而隐居作画。在首次个展时，其恩师李炳南老居士即为他指出，艺术不应只是欣赏和装饰，艺术应有道气，要能移风正俗，净化人心。因此他的画作和雕塑虽无言说，但蕴有无尽的深意在里面。在古代，孔子作《春秋》而乱臣贼子惧，今日地狱变相图展出，也希望能唤醒知识分子、艺文人士、政治人物和大众媒体工作者的良知，知道自己对时代、人类应负的使命和责任，发挥自己正面的影响力，以其人心趋于敦厚、谦和、淳朴，这就是作者以画画导人心的使命。地狱变相图图号导览：人生苦短，生命无常，当一口气不来，生命即不在，而人既有生，则不免一死。死后往哪里去，我们不可不知，是往生极乐，或升天，或堕地狱，或堕恶鬼，或沦为畜生，或重返人间，无一不攸关此生所造之种种业果。地狱变相图就是介绍人堕地狱受种种罪报的真相，同时也说明地狱果报全是自作自受，不是阎罗天子所定的罪，故我们深深期望浏览本图之后，能唤醒大家明白得人生之可贵，起心动念造作罪业堕地狱之可怕。故今云：真诚发露忏悔，即可远离罪报，愿我们一起共勉之。阿弥陀佛与诸圣众接引往生极乐世界。人一生最重要的，莫过于能于今生求生净土，了脱生死，永脱轮回之苦。而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最为殊胜的境地，是阿弥陀佛以无比愿力所成就的，目的就是要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。只要肯信、能愿、能行，老实念佛，具足信、愿、行三资粮，依教奉行，一生奉持不变，于临命终时必蒙佛菩萨来接引。途中所示，念佛临终见宝台，宝幡宝盖满空牌，弥陀世智观音等合掌相随归去来的圆满成就。勤修十善得生天，不能往生极乐，但一生修善积德，临终亦能往生天道享天福，但至少要具足十善的标准。何谓十善？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绮语，不两舌，不恶口，不贪，不嗔，不痴。依凭五戒得人身。佛云：人身难得，犹如海龟遇浮木孔。又云：一失人身，万劫难复。如何把握来生能得人身？最基本的条件要具足五戒的修持。何谓五戒？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。至于富贵贫贱，全凭造作善恶多寡而定。谚云：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；欲知来世果，今生造者是。我们要清楚明白这个道理。造作十恶，魂归地府。何谓十恶？十善的反面就是十恶。人生数十寒暑，一生中若不知修学善业，不明白因果事理，不懂修善积德，转眼无常到来，魂归地府，后悔已迟。悔之晚矣，无常判官来算账。此刻大梦初醒，生前造作种种，死后一一算总账。鬼王夜叉全是业力所变现，地狱所有景象全是自己业力所感召，不具地狱因者，感受不到其阴森恐怖。此更非阎罗王残酷，以严刑惩罚罪人。第一殿秦广王，此殿司掌人间受妖吉凶，即阴间受刑罪报，所有罪魂被押解至第一殿秦广王处接受审判，以罪行轻重发配至各狱受罪消业。如功过相当，免受罪者，可直接转到第十殿投胎。孽尽台前无好人，狡猾奸诈难遁形。万般将不去，唯有业随身。一生的罪业，孽尽台前，原形毕露，狡赖不得。百善孝为先，自杀罪最重，自杀是愚痴的，也是很苦的。自杀后的罪报更苦，要受反复自杀的痛苦。因为四恩未报，四恩指的是父母恩、师长恩、国家恩、众生恩。责任未了即擅自轻生，不但令父母伤心，若抛下妻儿不顾，更是人间悲剧，故罪特重。天下之乱始于失去良知良能，不受道德教育之故，在五浊恶世中，非常容易造作无量无边罪业，如迷恋淫欲、沉迷赌场、嗜酒如命、不孝父母、忘恩负义等等。正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，死到临头恨已晚。各行各业不能各安其道，造无量业，得无边罪。人之罪根所由，莫不起于贪嗔痴三毒。今日道德沦丧，皆因不遵圣贤教诲所致。许多人只认识宗教外表，不知道宗教真正的精神就是道德教育，故只重形式而不重实质的结果，是导致芸芸众生更加迷惘堕落而已。学不安道，愧对圣贤书。读圣贤书所谓何事？志在惜圣学贤。读圣贤书旨在教育化民，不能依教奉行，以身作则，仍堕在名利之中，死后都要先来此地补课受教，竭毕再发至其他地狱受罪消业。巧谋有水千缸满，辜负人间一片城。从事社会教育工作者，旨在服务人群，教育大众，念念以众生为福祉。若从中牟利，不但破坏形象，更辜负信众一片诚意。例如为人拜诵金忏，漏字漏业，或不专不诚，死后要先补金消罪，罪必再发其他地狱受罪消业。青灯如豆千金油，难照黑心无道人。治世才能能造福人群，亦能贻害众生。打着宗教名号，不能奉持经戒，依教奉行，一旦无常到来，苦报难受。更何况尚有施主一粒米，大如须弥山，今生不了道，披毛戴脚还的余报。人依造作罪业，押赴各狱受报消业。随着业力的流转，生前所造一切，今现何种地狱，该处何种罪行，均得自己一一去还受。抱住地狱，谚云：保暖思淫欲。今日邪淫泛滥，此罪报者，生前多喜乐淫欲，诸如邪淫、奸邪、贩卖黄色书刊、影带、光碟，或拍摄、著作或收藏、公共展示等等，死后都堕入此狱，身抱火红铜柱，满身血肉胡椒，死而复生，生而复死，其苦痛难当。治罪消弊，多堕畜生，畜生报尽，倘得人身，亦多贫贱、短命或生恶劣环境报。火床地狱，火床地狱犹如人间的铁板烧，金律意象云：犯邪淫者，男抱铜柱，女卧铁床。又如正法念处经云：其爱杀生、烧、烤、煎、烘、焖、熏众生肉，或践踏小虫者，死后均堕此狱。又其辛苦时间极长，非人能想象。即便此罪消毕，倘有犯其他罪业，再堕其他地狱，一一受罪，直至罪业消尽。第二殿楚江王，楚江王主掌第二殿，司掌活大地狱。来此受罪，皆因生前造作无量无边杀业，所受罪行相同于生前所造之业，怎么杀他，就怎么被杀。经云：何堕活地狱者，生前要行杀生，所造之业若有上中下之别，则此狱亦有上中下之分。总之，一切皆随业的轻重，受一处报或多处报，乃至16处。若尚有余罪，再堕他狱受余报，至100千年岁方尽。而此地狱之16别处，一处比一处痛苦，仿佛连环狱一般，种种辛苦永无间断。己父地狱，经律意象云：凡以恶心毒害众生，以刀叉、铁叉、鱼叉刺害水族类，或捕猎禽兽者，受此己父罪报。由此罪报，非仅己父而已，乃是变身刺至血肉模糊为止，苦惨万分，风吹复活，反复受罪，痛苦难宣。建业地狱，启示经云：生前不辞与人刀杖、教唆，或遣令战斗，或聚众斗殴，或侵犯国土，引发战争，死后堕此罪报。环顾世局，弱肉强食，竞争提升变斗争，斗争提升变战争，无辜的百姓受到空前的劫难。今日地球已经成为地球村了，侵略、占有都是不应该。看到地狱如此的果报，我们应该冷静省思人生的价值与意义何在。拔舌离地狱，是非皆因多开口，口业所造的罪恶无有穷尽，其罪苦多且惨。此图表现的就是将舌头拔出、拉出，还用犁去耕。佛言：两舌人两面，常食他被肉，受此苦恼，嚎哭叫唤不止。此罪尽毕，尚且堕万铜铁之狱，烧其咽喉，刺烧其心、肺、肝、肠等，种种的苦楚，只因舌根所造之种种罪业。有谤佛、谤圣贤、造谣生非，引发重大冲突，诈骗老弱善良等，死后都难逃拔舌地狱。鞭挞地狱，动物虽小，也是一条命。恣意鞭打、践踏小动物、小蝼蚁，虽然他们不会说话，没有能力反抗，但他们的痛苦跟人没有两样。再生没有慈悲心，死后鞭杖加身，如影随形，一报还一报，我们要警戒。浊劫地狱，人为饱贪口腹之欲，爱食血肉之躯，或杀或堕，或活火斩截，剁成碎块，造作此种杀业，死后同受浊劫果报，真是所谓心业化失，自业化作，业果分明，自己承受。寒冰地狱，金律意象云：执众生至寒洞处冻死。例如捕鱼，将鱼送入冰库，活活冻死。此外，人断气之后，急速冰冻亡者，此皆极其不仁，死后都入此地狱。律准伦科云：仗势欺人，令人心寒，亦堕此狱。当今许多不法之徒利用恐吓手段，逼迫对方就范，死后难出此狱。又好贪酒色，不孝父母一事。恶鬼地狱，一念嗔心起，百万障门开。堕此地狱，皆因种种悭贪、不行布施、贪欲所造。观诸恶鬼众生，受大饥渴，自烧其身，受大苦恼，泪如雨堕，啼哭悲泣，呻吟悲嚎，心酸痛苦。如图所示，慈悲的观音大士前来施食救拔，此刻若能生大忏悔心，即可迅速脱离恶鬼道。脓血地狱，喻例云：生前好屠杀生灵、动物者，堕此地狱。动物遭屠杀场面实在极其残忍，血流如注，在血泊中哀嚎而死，这是何等悲惨！换作是人，难道我们不愤怒、不报仇吗？律准伦科云：诡计谋夺他人财物者，例如设计骗不识字的老人钱财，令其孤苦含恨而亡，此皆罪大恶极，犹如吸血鬼般，死后堕此地狱，一一偿还。粪尿泥地狱，此狱到处粪尿泥和热铜，不仅其味道苦臭难忍，始终有虫，虫并如金刚，对人食虫，虫入身内，先食其唇，次食其舌，皆自为咽、喉、心、肺、脾、小肠、大肠、经络，乃至一切血肉，如此经无量百千年岁方尽。若生前好食猪、牛、羊、狗肠肚者，酒后乱性所犯过失，如忤逆父母、侵犯亲友、奸淫他妻、荒废事业、粗言骂人等，均堕此狱。今天虽科技发达，物质文明，相对的，人的道德却越来越堕落。我们这一生是往上升还是往下堕，自己当要省思。第三殿宋帝王，此殿司掌黑绳大地狱。堕此狱者，其罪根多因邪见、狂怨、愚痴、好杀所致。此狱中罪人深陷于无量游巡之热焰中，遭黑绳束缚，后被推堕于利刃、铁刀热地之上。一旁有铁焰牙狗来啖食，一切身纷纷被玻璃啖食，凄惨无比，悲声叫唤吟天，无有救者，致罪业消斃。若得人身，其身份卑劣下贱，常饥渴交迫，此狱之苦更甚于前的活大地狱。罪毕，若尚有余罪，再堕其他地狱，续消罪业。挽地狱之苦，实在去不得。道冲地狱，金律云：生时以恶心盗杀众生，死后堕此地狱。例如，欲饱尝美味，将鱼肉捣成泥酱，或制成贡丸。又所起经云：行多诈骗，欺诈害人。现前有许多专门欺诈老弱妇孺，令其晚尽其粮，孤苦无依者，死后难逃道冲苦。挖眼地狱，地狱的果报是循环的，许多罪并非单一，造恶多，受罪的种类也多，挖眼仅其中一种而已。御准云：举办伪造文件，夺取产业，堕此地狱。经云：凡造诸不善业者，堕黑绳大地狱，其中多受挖眼的苦报。倒吊地狱，经律云：生前以凌虐心，将众生倒行取乐，或倒吊众生。如钓虾、钓鱼，予以烤、烧，如烤乳猪、烤羊肉、烤牛排、猪排、鸡、鸭等等，咸堕此狱。有技巧设陷阱、栅栏，倒吊捕猎、飞禽走兽，或以手段掳掠、奸淫，咸堕此狱。越族地狱。御准云：凡生前恃强凌弱，以尊压卑，刻薄待人，例如刻薄对待下属或婢女、佣人，令人无立足之地。凡此种种，死后入此越族地狱。吸血地狱，律例云：利用职权窃盗公款，侵占财物，并吞粮食，如吸血般剥削弱者，死后堕入吸血地狱，任凭家仆吸取身上之血，直至干涸而死，阴风一吹，死而复生，如此生生死死，苦痛至极，直至罪报受尽，又辗转他狱受罪。驱逐地狱，造诸不善之业，行不敬之业，堕此地狱。观此狱中，罪人浑身遭受毒蛆啃噬，从皮肉至筋骨，一切身分，纷纷均遭蛆虫肆虐钻住，锥心之痛，其苦无比。川乐地狱，律例云：凡为官不忠，不廉，不恤人民，或逃狱，损人坟墓，毁人名誉，捏造伪证，帮人解除婚约，死后均堕此狱。当今言论自由已经到了肆无忌惮之地，毁谤或抨击所引起的纠纷祸害层出不穷，危乱社会影响很大，或有专做伪证、离婚证人、祸人家庭者，死后均堕川乐之苦刑。抽筋地狱，生前好食动物之筋，如喜欢吃牛筋，有贩卖毒品、唆使犯罪，令人堕落，均堕此狱。观此中地狱，罪人被绑列于铁车上，筋被拉出，做绳索来拉车，后面又有鬼卒在鞭促、赶打，苦痛嚎叫吟天。有御准云：欲有骄资，便私奸淫，造恶不思悔改，自行淫乱，唆人退婚，耸夫淫乱等，亦堕此狱。第四殿五官王。五官王司掌河大地狱，此大地狱之苦有胜于前二者，其苦无边。堕此地狱之罪根为生前药行杀、盗邪行三业。观此地狱，罪人为大火普焰所烧，焰出火类，彼类是火，即焚烧其身。阎罗人又劈其眼骨，复以铁钩疙瘩，热铁钳簸其贲门，阳热白蜡灌满其内，外有大火复烧其外，内外齐烧，受其大苦。如是经无量百千年中，业方尽。若生人中常有痞病在其腹中，若身焦枯，有形貌丑陋等。腰斩地狱，生前假扮道士或以神棍做法欺骗众生，诈骗财物。玉准云：不敬天地神明，均堕此狱。简单讲，破坏大自然环境，不珍爱资源，就是不敬天地。现代人普遍没有敬畏天地的概念，许多灾害其实都是由人为因素所带来的，例如山林开发、水源地污染均是。拔舌地狱，佛言：其两舌缠人，恶口、妄言、绮语，或贡高诽谤经道，嫉贤妒能，恃才傲物，入此地狱。狱中鬼卒从人头拔其舌，烧铁勾其舌断，烧铁刺其咽，令其欲死不得，欲生不得，不能言语，痛苦万分，至千万岁尽。有报尽为人，多患阴哑，不能言语。观此地狱，与人起誓其身，口过罪报，真是苦惨。沸汤地狱，生前喜食海鲜，死后即堕沸汤狱。今人好贪口欲，未享新鲜，常将活的鱼虾丢到热滚滚的沸汤上，只见其痛苦蹦跳，欲逃无路，最后成为大家的美食。想想，享受一时，将来苦果相当，值得吗？又如罪人于生前喜好杀鸡、鸭、猪、牛、羊等，为快速脱其毛，常将其活烧、活煮、活烫，此痛楚难宣，其恨也无穷。一旦身坏，同受此等沸汤果报，我们要深思。剥皮地狱，堕此狱者生前多以剥众生皮为业，例如杀蛇者，常活剥其皮，舐其鲜肉，汲取其鲜血，或鞭挞凌虐众生，令其皮绽肉开，死后堕落此狱。有恶心欺负凌虐于人，如同剥人衣服，令人痛不可堪。凡此种种，死后堕此剥皮地狱。火轮车崩地狱，此地狱又名火车地狱。举凡生前犯斩劫众生，以嗔恨心凌虐前夫子女，或造杀盗邪淫三业者，死后皆堕此狱。家庭中骨肉不能在一起，是人伦悲剧，无辜的小孩最为可怜凄凉，既无父母疼爱，倘若又遭后母、继父凌虐，岂不更加悲惨？人性本善，爱人之心，人人本具，有缘成为一家人，都有宿世的因缘。人生不过数十寒载，今天欺他弱小，来日他强你弱，果报转眼即到，到时后悔已迟。见树地狱，启示经云：此地狱树高一由旬，翅长16寸。鬼卒捉罪人手臂，上剑树上，复丢下，腹被灼刺，皮肉皆尽。凡生前风流，始乱终弃，不顾家庭，令糟糠碰不欲生，死后堕入此狱。经云：罪人见彼树头，仿佛有妩媚女子，身极柔软，悉宜含笑。罪人见之，即生爱染，旋奔见树，焉知树叶如利刃，割其身肉，四割其筋，再割其骨，复劈其髓，如是劈割全身至碎散。风吹复活，乃得上树，欲尽其女，怎知其女复在于地？彼妇又以媚抛眼，每生与患。罪人自业中所狂，欲心炽盛，欲奔如下，复被数刃刺其肉，断其筋骨及脉髓，如是变割一切甚分。罪人反复于树上树下奔驰受苦，如此惨报，怎不令人寒噤？从狱中凄惨的果报可知，淫欲之害无量无边。想想人生在世有几何，何不利用有用身躯，做利人利世之行呢？射眼地狱，经律云：生时以恶心恶眼看待父母，此乃大不孝之至。试想，人到暮年，犹如风中残烛，面对儿女如此不孝，怎么不痛彻心扉呢？百善孝为先，孝是做人的根本，是家庭教育的基础。我们能孝顺，就是孩子学习最好的榜样。今天因为教育不重德教，孩子从小只知读书，不知感恩，更不能体会父母养育的艰辛。现在孩子出生后，父母一切都给最好的，从小娇惯溺爱，长大自然要忤逆不孝。谁造成的？三字经云：养不教，父之过。自幼不教，来日的果报就是换来他的不孝。又经云：罪人于此地狱消业尽，若得人身，果报为眼盲驼背，寿命短促。多此狱者，永处于明暗中，纵得人身，亦无法得见天日。极西地狱，律准云：生前侵吞祖业，捏造是非，制造矛盾与兄弟争讼者，死后堕此狱。今日社会，子女为争夺财产，反目成仇，比比皆是。子女继承祖产时，应以感恩的心，慎终追远地将祖德发扬光大才是。第五殿，阎罗天子。阎罗天子司掌教唤大地狱，多此地狱之罪由为药行杀生、偷盗、邪行、嗜饮酒等。此狱之苦更胜于前，罪人受此罪报，嚎哭叫唤，悲吼吟天，故称叫唤地狱。倘罪报受尽，复得人身，常得风血之病，或生贫穷，或生恶国。罪人押解至此，大帝已立前述地狱，受罪许久。若罪消尽，则发放往生，或再受轮回业。罪重者，登上望乡台之后，复发其他地狱，一一受罪消业。望乡台上8千里，尽是执迷不悟人。步上了望乡台，翘首盼望永隔的亲人，放眼望去，一幕幕尽是叫人心酸的伤心事。例如，家庙披裂，道风不在，尸骨未寒，债主上门逼迫清偿，所遗留的家产反而让兄弟反目成仇，争相抢夺，万贯家财大楼华夏，不堪祝融一席。渔船未息，早已琵琶别抱，另结新欢。心爱的女儿遭人欺负，逼上火坑。见此种种伤心事，最是苦痛望乡台上人。抽肠割心地狱，狱吏云：为争名夺利，不择手段欺诈，诱惑大众；更有甚者，忘恩负义，恩将仇报。此皆泯灭良心，丧尽天良之徒，死后将堕此狱。有衣冠禽兽之强奸犯，虽逞一时之欲，却要换来抽肠割心之痛楚。刀山地狱，观此地狱，遍山尽是刀刃，罪人从空中抛下。无不穿肠破肚，血流如注。堕此夜因，如浊起金云，破坏正法道场，毁谤圣贤善人，死后都将堕此地狱。愚准云：货物财宝以假作真，欺哄相于妇女，致陷害丧命，亦堕此狱。现今许多诈骗集团利用人性弱点进行令人发指的骗术，如制造假货、假药，害人骗财，真是泯灭天良之志。殊不知一报还一报的可怕。飞刀火石地狱，此狱飞刀火石纷飞，从空而降，如同下雨一般。罪人插翅难飞，无不粉身碎骨。堕此狱者，都因生前欺凌弱小，或引发战事，或咒天谤道，凡此种种，死后堕此地狱。第六殿，卞城王。卞城王司掌大叫唤大地狱。此狱之最苦，有胜于前面种种，因所造之杀生、偷盗、邪行、饮酒之罪，皆较前为重，故其苦更深更烈。每受其苦，罪人啼哭叫吼，声声悲嚎，故称大叫唤地狱。由此地狱对于妄语所造之罪，有更严惨的罪报，受报的时间以较前为长，真是苦痛至极。丁侯地狱，此狱罪因为造作邪淫，纵观愚痴众生，为心所狂，为爱所惑，造下罪因，得此恶报，诚不值得。即云：口中行淫，将以热钉钉其喉口；若夜尽，生于人中，口中长臭，此乃恶业余残果报。对倒地狱，生前做屠杀业或捕鱼业，死后接受此报。历世经云：此中罪人置于臼中，鬼卒以铁杵冲倒，血肉模糊，形如肉泥，奇惨无比。磨摧地狱又名铁磨狱。因果经云：男子邪淫，娶多妻妾或满春，命中即堕此狱。生前左拥右抱，享其人之福；死后磨成肉酱，贪图色欲之报，真是奇惨无比。 浊头地狱，丰富才学用在损人，如渲染暴力、色情等；崇高地位用在弄人，例如滥用职权、排挤贤良等；有才者用在损人利己上，居高位者只谋个人私利。凡此种种，皆堕浊头狱。 经大众传播媒体渲染暴力色情，污染青少年身心，危害社会，破坏善良风俗，诸如此类之人，死后均赴浊头地狱。虎啖地狱，贪富口欲，山珍海味犹不足，还要置网设陷捕捉野味。 如山猪、野鹿、猴子等，凡此贪食动物者，死后入虎啖地狱，成为老虎之美味佳肴。有恶鬼报应经云：妊娠妇女以药化胎，易得是报；世风日下，道德是违。许多无知少女、妇女经常堕胎。 尚不知犯此罪，来日要入虎啖地狱之可怕。火牛地狱，又名牛貂马造。玉准云：牛、马、狗等家畜对农事贡献极大，济护家用，致老衰迈。倘全无爱惜之心，只图利益。 或贩卖，或烹宰，此皆极不人道。死后要入此狱。炽盛地狱，玉准伦科云：凡有家室，又预谋他人妻女为妾者，或屡设计陷害，致人受累，导致家破人亡者，命中堕入此狱。 第七殿泰山王，此殿司掌焦热大地狱，罪根之因从前造作杀、盗或邪见、邪行、饮酒、妄语等业，而丝毫无有忏悔。凡此罪人身坏之后，堕此大地狱。此狱之苦又更胜于前，此间火烧无有一念间断。 业尽得脱，于300世中堕恶鬼，200世中堕畜生。若得人身，则于父母不生敬重，无惭无愧，无羞无耻，见陋与狗食同行，手足粗劣，常依他食，尽其生命，空无福德。经云：此地狱四面炽火。 罪人一切身分尽被烧尽，生而复死，死而复生，苦痛万分。拔舌穿腮地狱，玉准云：惯习刀笔，捉送害人，百端诡计，颠倒是非，诈索人财，陷人含冤弊者，死后堕此地狱。 今日社会以刀笔为业，颠倒是非，教唆心纵，或恐吓勒索诈人钱财，甚至陷人含冤而亡者。凡此之人，死皆有报，即拔舌穿腮地狱报。顶石蹲身地狱，玉准云：妇人凶恶。 任性蛮横或谋财害命者，皆堕此狱；又不尊师重道，不思养育之恩，不好正途者亦是。狗嚎狼狈地狱，凡滋事生端，为保权位，不忠不义，无心无肺者，堕此地狱。谚云：狼心狗肺，此乃形容为人险恶，无有良心者。此辈生前叱咤一时，死后被狗啃，被狼啖，一切身分断断脱落，节节鼓散，果报之烈，真惨不忍睹。油府地狱，生前好以废油轰炸众生肉，或焚烧山林，烧烤众生，死后堕此果报。今人为开发山林，常以焚烧或爆破为手段，不但破坏大自然，同时也毁灭了成千上万的生灵，或到郊外踏青、扫墓、烤肉，或因不留意火苗引发森林火灾，令众生因此丧命，亦堕此狱。棒秤地狱，左起金云：经商盈利，不以道理，欺骗诈取财物，或偷斤减两，短尺欺人，有负债借贷不还，或恶性倒闭，或路上拾遗占为己有，凡造此类罪业，命中堕棒秤地狱。铁丸地狱，地藏经云：无间地狱罪人之苦，为鸡吞铁丸，渴饮铁汁。又启示经云：地狱众生卧在炽然热铁上，以前张其口，用热铁丸直其口中，从唇烧起，四为舌、咽喉、小肠，向下而出，其丸上赤，种种痛楚，反复受之。观此惨报，怎堪忍受？第八殿都市王，都市王殿司掌大焦热大地狱，此狱之苦，一切无间，乃至虚空皆悉炎然，是火于无量百千年岁，长烧不止，罪人热炎炽然其身，如是无量百千年中，血灌其身，烧煮而死，死而复生。夜尽堕恶鬼、畜生，受饥渴苦，相互食苦，又无量百千世，欲得人身，仿若如龟欲孔，生于人中，得贫穷多病，热闹心乱不止，短命报，此为残余果报。观此大地狱，其苦有胜于前，其所造作罪根亦同前，为更加严厉，故果报亦更强烈。治水地狱，启示经云：自作或教人焚烧原野，或做密室，以火闷死鼠类，以血，乃至以电或蚊香熏蚊子、电蚊子等，均堕此狱。许多人为方便除草，常以焚烧方式来处理，殊不知草丛中、地底里藏有多少小动物，一把火烧了，不知有多少生命同时也丧生在火窟当中，这是很重的杀业，不可不小心。有世人清理环境，常以闷熏或毒药，将蝼蚁、小虫予以赶尽灭绝，殊不知死罪亦重。我们可于3天前祷告，恳请观世音菩萨护佑，不令此众生受到伤害。有因果经云：医理不通之蒙古大夫替人针灸，误使病情加重者，其死后亦堕此狱。钉板地狱又名钢叉狱，生前遭贪污、不廉、淫秽、欺压贫弱、待人刻薄、扣薪减俸、好作新讼等，死后打入钉板狱受罪。 巨浊地狱，生前以金融诈骗、盗人钱财，或不信正法、常生邪见者，堕此巨浊狱。江湖术士以妄语欺狂，迷惑众生，骗取财色异同。巨浊之苦，犹如漆木般被解劈其身，断断悉被劈裂，惨痛无比。 铁蛇地狱，观佛三昧经云：愚痴众生，毁入布施，言施无报，助人藏机，散播一切众生，说施无因，亦无果报，感此罪报。佛云：财施得财富，法施得聪明智慧，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。又曰。 因果通三世，种善因得善果，种不善因得恶果。如有行善不得善果，或行恶不得恶报，皆因宿世尚有余殃或余福未尽所致。铁之地狱，观此地狱，铁之贯口，从上而下，刹那间全身燃烧。 痛苦哀嚎，悲鸣盈天。此皆生前造作恶业感召所得，尤其是造作口业，我们不可不注意。口为祸福门。活狗地狱，三法度论云：生前以养蚕为业，或者蚕茧。阿毗昙论经云。 天朝有命众生，或饲养小动物，喂食虎豹之属，死后皆要堕此地狱，受活狗的吞啖与践踏。上天有好生之德，对待动物也要同等爱心。第九殿平等王，平等王司掌最大的地狱。 名曰阿鼻大地狱，又名无间大地狱。此狱受罪之苦更胜于前，其罪为杀父、杀母，复以贪欲、嗔恚、愚痴造作更重恶业，而堕此阿鼻地狱。此狱宽广围绕重叠，四面皆是炎火，无有一处空间。 因生前造恶中之大恶，不善中之不善，故受苦中之大苦。除身陷火烧之外，复堕极寒之地，冷风如刀，遍布全身，受极痛苦，无可譬喻。一一罪行都是业力所感，又此16别处，一处比一处苦。 此皆所造罪因不同故，如此过无量百千年岁，至罪业消尽，方得出离。风歇地狱，玉准云：世得荣贵，肆行无忌，或诱人闺女，做事阳奉阴违，不能正己化人，致人邪行无耻，死后。 堕此狱。当前社会普遍存有互不信任的心态，眼前唯唯诺诺，背后胡作非为，此皆是阳奉阴违。毒蛇地狱，玉准云：风蝎、毒蛇二狱，皆是逞不耻之罪。有嗔恨心强者，亦堕此报。人。 倘无羞耻心，任何坏事皆敢胡做，嗔恚心烈，往往容易丧失理智，造作无边罪业，命中均堕此狱。甲顶取脑地狱。金律云：生时以傲慢心承事父母、师长，或做不法示范，或以种种苦逼迫众生，如生擒活捉动物之头，令其惊惶痛苦。凡造此罪行，堕此苦狱。丁石立峰地狱，又名敦峰地狱。律准云：凡为下属者，不能忠于上，肆行暴露，或言其主者，均堕此狱。有滥垦滥伐，破坏生态，为图享受，耗损自然者，咸堕此狱。压石地狱，律准云：以仇恨害命，嫁祸于人，恃才傲物，狂妄嫖荡，计谋污人丧命者，凡造此罪恶，死后归入是罪。观此狱中，罪人被层层铁压，纷纷啖食，死而复生，生而复死，其苦无有穷尽。真雨地狱，钢针如同雨般从空而降，浑身尽处无不是被细针所刺，罪人疼痛哭嚎不已。此人生前常多妄语，造作无边罪业，或以真药堕胎者，死后得罪报为真雨地狱。第十殿，转轮大王。转轮王殿直对五浊世界，专司各殿押来之鬼魂，分别核定罪服大小，发往四大部洲适当地方去投生。所有鬼魂按其善恶罪罚金桥、银桥、玉桥、石桥、木板桥、奈何桥去投生，根据投生名一一汇集后，通知第一殿注册毕，即送丰都城，再细分其寿命长短或罪服的变换，缜密的管理。途中乃造作善业之人，生时人天敬仰，死后亦得转轮王之尊敬，起坐来迎，善有善报。他们将投生积善之家或富贵之府。总之，种善因得善报，种恶因得罪苦，因果报应丝毫不爽。布施行善积功德，因果丝毫终不爽。一生当中能乐善好施，遵循五伦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者，临终必得善终，或升天，或再得人身。故一生所造作之业，攸关着来世的前途，这是自己造作，不是老天安排，更非神明所作。渔樵耕读，士农工商各有因缘福报，富贵贫贱皆有因缘，不必心羡，不用气馁。明白因果事理之后，自能心开意解，安守其道。所谓是素富贵，行乎富贵；素贫贱，行乎贫贱，丝毫无半点怨尤，才是消业之道。奈何桥上奈何人，奈何桥下不了生。出离地狱之后，踏上奈何桥，随业流转，或苦或乐，或沦为畜生、恶鬼，或得人身，尽是无量无边的苦痛轮回，永无了生脱死之日。时今造业，先押孟平报道。于丽云，凡罪人生前持经念咒，死后阎王难判其罪行，故先押至孟婆亭饮下忘魂汤，世宿投胎，令其夭折，令其忘却经咒，方得治其罪。 玉意云，玉皇天尊命孟婆为幽冥之神，建玉望台。凡是投胎转世者，皆要到玉望台饮下此汤，忘记前生之事，再投生去。饮过玉望汤，步上轮回路。鬼魂饮下忘魂汤，善者饮后。 投胎为人，更为聪明强健；恶人以后，神智昏暗，疲惫衰弱，彼令其有自新机会。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。佛云：人生难得，犹如盲龟遇木孔。如此千载难逢，得此人生，更要珍惜，好好做人。 毕竟六道轮回实在太苦，芸芸众生久远以来沉沦于此，已浑然不知。今能闻到佛法，仿若千年暗示一线光明，当要把握认真学习，方能永脱轮回之苦。堕落簿上尽是胎卵尸化多。 人生少，鬼王核对投胎名册，尽是畜生，恶鬼多，满地皆是各种畜生皮，得人者尽是如此之少，足见得人生之难。鬼王挥柳枝，众魂投生去；鬼王挥洒杨柳枝。 回去成千上万的鬼魂，随着业海流转去，或为人，或为牛、马、羊、狗、鸡、猪六畜，飞禽走兽、鸢飞软动等，重回了了无尽期的轮回。朝日豪豪，乾坤朗朗，善恶因果乃人自照。 除尽地狱业，呱呱坠地来到人间，重现了光明的曙光。三字经云：“人之初，性本善。”我们无始劫以来所造的罪业，都是习性所染制，并非本性所具有。故人生难得今已得，佛法难闻今已闻，当要更加珍惜。 把握此生，切莫空过，再造轮回业。太上曰：“祸福无门，为人自照；善恶之报，如影随形。”游历地狱变相图，让我们深深感受到造作罪业、堕地狱的可怕。 虽说万法皆空，但因果不空。那么，假使已经造作许多恶业，又该如何呢？佛云：真心忏悔，永不再造，即可消业。最后，希望我们皆能秉承佛陀的教诲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 作者在造作此话中，特别有感诸佛菩萨的加持，尤其三度梦到地藏菩萨。在此话将完成时，亦感得地藏海会十殿阎王齐集，互相称庆的盛境，故特别将此三个梦境画出来。